月儿三三，我俩流连小河畔，南风荡漾，一阵花香，仿佛是在梦乡。美丽夜晚，流连不忘，好像那时一样。这里就是情人的天堂，我俩一起来高声地歌唱，唱出爱的希望。谢雷带来的这首歌曲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在十月份的时候，我曾经请到了梁再平教授到我们节目中来，同时梁教授也带来了他的高足，为我们表演了一曲古筝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又再次请到了梁再平教授。你很辛苦了，从外国回来。是啊，上一次是刚好我要离开的时候，我请您到节目中来。是的。我这次到美国，在旧金山，刚好我们这个节目也在播出。对。那么碰到了很多的华侨朋友，他们都对国乐非常欣赏，而且希望呢，我回来尽量在我们节目中邀请您，还有就是尽量安排一些属于我们的国粹的节目。好的，那很好，恭喜你很成功。您今天还带了两位贵宾是吧？是的，今天我特别在这个节目之中呢，介绍从南洋来的陈雷士先生，在台北的黄宗士先生。黄宗士先生。是的，陈雷士先生不但是在南洋，古筝方面非常有名啊，而且在现代的中国也是数一数二的古筝专家。他会弹的古筝的古曲、古琴的曲非常之多。那么这次是中华文化复兴会安排之下呢，在南部几个县市演出，刚刚回来，也很巧啊。谢谢您邀请我们来。那么现在您请听啊，他现在是独奏的筝曲啊，叫做《饿马摇铃》。饿马摇铃。是的。回头呢，我们就麻烦他们两位陈先生同黄先生啊一块合作，一个曲子叫做《过江铃》。陈先生弹这个筝，黄先生啊拉一胡，两个人呢配得非常非常之好。是啊。我相信在海外的华侨，特别由于你的介绍，会特别欢迎这个节目。是啊。这节目的内容呢叫做是《过江铃》。我们现在一块欣赏的是《饿马摇铃》。是的。门前的小树。
位朋友，又到了要跟您说再见的时候了。在今晚银河玄宫节目的最后，我要带给您的是一首《南海之恋》，祝福您明天有一个美好的星期假日，晚安。总是为着